澳洲煎汉堡还比上班族好赚多了嘞，机会都在中国。爸爸很看重你，没有赚到钱的工作根本不叫工作。去武汉，我一定很舍不得我姐，还有我妹。春夏秋冬衣服都要代购哦，5年之后就看你的啦。OK，my dear sister。